还有一个预言，先拿魔抗，现在我玩啥都先拿魔抗。嗯，你看，有的兄弟明白啊。你递了五六三三四五十块钱，差不多将近五十块钱吧啊，递了将近五十块钱，没升到二，然后跟你说运营不行，跟你说运营不行，你说能扯屁不？你所说的运营就是靠运气来赢，不叫运营，明白吗？我要真是差几块钱买不起，那你倒说是运营，那倒行，那倒可以接受。运营不行，你运营那么牛逼，你怎么不上那个云顶的比赛去呢？那第一拿奖的怎么是主播不是你呢？大奖赛你咋不去呢？你在这运营，天天跟我在这运营，运营这个运营那个的，你挺能运营啊！啊，我不会变通，行，我不会变通，你又能变通到哪里去？嗯，你又能变通到哪里去？你要真拿个奖，说句实话，有这个拿个名次也行，算你有实力，在我这逼逼赖赖，他也倒有底气，对不对？你说你我运营不行，那行，那可以接受，我这虚心接受。然后咱说一说，这到底应该怎么运营的？你说你连个屁都不是，你他妈还跑我这来说嘞？你说啥呢？你干啥呢？你在干什么？你连运营是啥你都不知道，你跑过来说我运营不行，有说服力吗？嗯，有没有说服力？没有。吃饭吧。来点土豆丝儿，他这是什么？三国的。哎呦，我这哥们三国真多呀。我到现在还没有天选之人呢，蜘蛛个变身，哎呦我操！
应该能打过，没事。我们有卡牌。真的耶，我没有天选之人。我先把这个买了吧，我的福星留着吧。三国我还想玩呢，我看看啊，对对，卡牌大师，我要是放弃卡牌大师的话，看看这轮赢不赢吧，我放不放弃这个卡牌大师，这是一个问题啊。如果这轮输了，我就把卡牌卖了拿塔姆，应该是输了。目前我是根本就不知道拿什么，这是没有给任何的指示。那我们的装备应该怎么拿呢？拿小法师吧，遇事不决，女神之泪啊。又贵又好。给了个啥？给了个刺客猩红。唉，给了一个没有什么用的东西。我赢到的是恐惧吗？看我神威，无坚不摧。可以玩阿卡丽。我刺客太弱了呀，有点儿。哦，又给个月神，月神女神之泪合了，操了。这把没有猩红不行，走三国吧。行不行？猩红之月来了，
那么猩红之月了吧？既然来了一个猩红之月，俺们就玩猩红之月吧。猩红之月比较简单，大屁股蜘蛛，把这凯南留着。升个级，上个凯南，前期整个盾基本上就无敌了，然后把阿卡丽一卖，直接一合就完活，就拿下，拿下了。一手鬼叔凯南直接给他们电死，电到死，给他们。我不上带天选的，带天选跟不带天选有啥区别吗？啊？你还要饭和菜吗？要啊。还要啊？啊。我吃什哎，为啥天选之人的这个蜘蛛要比普通蜘蛛多血量啊？凭啥呀？凭啥呀？天选之人怎么还给额外的属性呢？妈呀，还得这样式的呢？妈呀！这真的是，哎呀，这不有点运气狗了吗？这多600滴血呢，81、100、30、20，别的没有，就多血量了。尴尬，尴尬啥呀？没去就没去呗，这么地儿呗。发了，不要老打扰我，女人。你整的叫我一下，叫我一下，整的我思绪这贼乱。看看啊，拿什么装备呢？这没啥拿的，拿个寡妇吧。耶，拿个派克吧，直接升了。
老不是老中打扰我，老师真的。上个蜘蛛吧，苦难与折磨正在等着你呢。赶紧给我来个六星红啊，要不然这质量也不够用啊。你星红在前期赢不了的话也太拉了吧。嗯，赶紧给个寡妇滑板鞋，25%的概率给我随出来俩，我们直接一上直接二星尬聊无敌了。这家伙让个一星的厄斐琉斯给干成这样，姐，你们说生还是不生？不生了吧，生吧，生生生生生个姐，然后再上个滑板鞋，然后我们递两手，递出来个寡妇。寡妇，寡妇，操你哥，操你哥，个破玩意儿了。看见这个逼没？看不着，六人口就来，看不着，什么叫狼人？恶心人，这不是狼人，这是恶心人。鬼叔能给谁呀？这青红，鬼叔给的真笨逼！不是你没有人给，这不给个打工的吗？哎，啥也不懂，真是的，这不是给个打工的吗？给你来个龙刀，兄弟！完了，给滑板鞋来一个。我觉得猩红可以拉九，然后九猩红配上一个瞎子。嘎里奥在场上的同时，瞎子可以搁旁边一顿踢，给瞎子上个什么龙爪之类的，这都可以。现在嘎里奥削弱成什么样了？400公斤力，还行吧。为啥呀？谁说的呀？啥人说的？结婚的时候说的。忘了呀，那咋整啊？
然后我会张成给他随便说了什么，他们其实我很高兴，我很高兴。为啥呀？不知道，这不有病吗？是什么？那这是什么？我也想着去什么，还有就随个分点，然后问他随了多少，咱们随个差不多的，结果他们说不能告诉我。生了吧，这生了，上俩卡牌，算了，上个蜘蛛，屁股大，往前放。这小子怎么这么多小法球呢？猪来了，猪来了，就先不上了，怎么地儿吧？我先上个蓝刀锋。猪，你的鼻子有两个孔，感冒时你还刮着鼻涕扭扭。这波不是输了吧，大哥？啊，应该不能，我这咖喱奥一下一个。我重锤，哎呦我老头，快点给我个老头，这老头可不容易啊，这老头可不容易拿呀，赶紧给他拿了啊，九星红就怕没老头，知道吧？为啥不是我出去啊？哎，我吐了，为啥俺俩都七十滴血，我不出去，他先出去啊？哎，回回这样，真的，我每回跟人血少的时候，都是他先出去，不是我先出去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完了，我操！我就差个老头。这日子没法过了呀。我决定给剑魔先上个小龙爪，让他多瞪几个人。其实我觉得真的，这九星红这个阵容不用什么智商，好像真的，就只要前期有星红之月，他就能玩的一个阵容。然后吧，只要拿了，我估计基本上前四应该没啥问题，除非那老头实在是没有，或者你眼睛有点瞎，你看不见那猩红的英雄，你没拿，除非是这样式的。再不然我感觉怎么的，前四应该没啥问题。这个阵容其实不太好，我觉得他整的这个阵容太好凑了，你知道吧？你像别的啦，那种什么九个魔法师啦，或者是九个这个什么八个决斗大师啦，这都不是很好整，都得要个铲儿。
猩红之月不用，猩红之月就九个就行。你赶紧给我把那厄斐琉斯给我瞪过来，没瞪过来，哎呀，这波厄斐琉斯瞪过来赢了。现在不知道能不能赢得了了。那嘎里奥跟我在这罚站是不是？这不是这凭啥呀？我操了，我连胜啊！他俩都死了，然后我掉血，他赢了，我真是不服，真的。给了个村哥。哎，老头来一只，老头，哈哈哈！老头，老爷爷，爷爷，爷爷 ，Yes, my dear, Yes, Oh yes， 来个冰心儿，给个大剑，还是给个龙刀？来个冰心儿吧，冰心儿比较厉害。大剑给滑板鞋了，成型了，棒！这都不掉血呢，这怎么全闪避？先给我把寒冰一棍子敲死，对，一巴掌给他拍死。创世魔神嘎里奥啊，至尊魔神，其实这一千点攻击力也不行，嘎里奥被削了，嘎里奥要没被削还行，现在我们这个阵容质量应该还是可以的啊，质量没啥问题了，现在少点啥呢，现在好像得升个人口，上个啥呢，有没有什么东西能一下凑两个羁绊的，我看看啊，瞎着不行，天神跟这个都是不一样的，拉九卡牌换了呀，为啥换了呀，卡牌装备没人给呀，也就蓝 buff 给老头了，你这还能换啥，这阵容赢不了我也没办法，只能说看运气，一个看运气的阵容，你好爱人，行，既然你们非得要换我就把它换了，这个东西蓝 buff 给老头上来放大，这鬼叔你是鬼叔给卡牌其实没毛病，那卡牌大师打了2891怎么的不行啊，这卡牌大师崔斯特不配上点装备吗，也就打个鬼叔的伤害了，那派克才打1000多啊，你们不信我，这鬼叔绝对给卡牌好用一点，因为卡牌打的人能更多一点，我觉得那派克鬼叔不一定能打的人多，哎，重锤，昨天我打了一波18连胜让人给断了，我玩了一把三国，昨天晚上睡觉之前我玩了把三国，我寻思玩把福星你知道吧，哎，突然之间给我三国来的特别多，我说这怎么玩呢，那算了吧，玩一把吧，我18连胜让人给我断了，我玩的是卡特，我卡特三了，他玩的是赵信，他赵信他妈一下一个给我，最后我发现要想玩三国呀还得是赵信，还得是你信哥
还得是性格猛啊。赵信改了啊，改了吗？没改呀，这不一样的吗？那赵信一个划了一个人，科技枪水银，剩下装备随便给。我感觉科技枪水银加个龙爪都行。一下一个，见面就一下，无论你多少血，呵呵，无论你有多少血，你就一万滴血也一下一个。哇！派克行啊，这玩一把可以玩啊，不过你不得有前期有三国吗？你不得有三国那个天选之人能玩吗？不来的多吗？赵信法强装不加伤害了，他不用法强装，他不用，他只要三星就一下一个。就是这么猛。派克比卡还猛啊，行。那派克神装了那咋不说呢？不过这刚才那波派克确实行，他把后排都给切没了，先把那寒冰给我杀了。哎，剑魔现在不行事啊，剑魔没瞪过人啊，剑魔啊。这嘎里奥就怕这狼人，臭弟弟，狼人，臭弟弟，真是臭弟弟。别给我来蜘蛛，我不要。你们说是瞎子厉害点儿，还是说凯隐厉害点儿？要不然就把蜘蛛卖了，把瞎子也拿着，我们全都要。我蜘蛛应该升不上去了，我把它拿着，我全都要，哪个升上哪个。68滴血可以用力气上，差不多。离子火花给谁呀？给寡妇吧。嗯，行不行？给寡妇吧，寡妇虽然是一星，上瞎子滑板鞋有决斗大师 buff 也可以。其实这剑魔是真垃圾呀，这剑魔呀，不能让嘎里奥复活吗？我就知道这轮我可能得输，不过我省钱了。我升了啊，然后我们递两手，先上个蛤子，拿个永恩。你看这狼人，你看这狼人，你看这狼人，看着没？差一个滑板鞋，先上瞎子。
确实瞎子好一点，开隐不要了，开隐伤害没有用啊。派克这种我估计也升不上去了，派克不要了。这波应该是必赢，这波我们的这个嘴呀确实是开了光啊。哎呦我要挡在皇帝面前，老头时机到了，姬兰再来一个，老弟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求你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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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来一个，求你了，再来一个，漂亮。厄斐琉斯死了就赢了，老头能给几个人复活呀？两个人，3.5秒延迟，再给个老头，瞎着也行，可以用。要什么瞎着？羊刀滑板鞋呀，滑板鞋删了不给个羊刀，合适吗？不合适。我们现在就防着点那家那个什么就行了，老头老头防着点那家三国，那家三国卡特，把滑板鞋换个位置，蜘蛛放右边，剑魔稍微往前放点，跟瞎子换个位置。这扎堆战这都是简直了，真的我就喜欢这种扎堆战的，我咖喱要一个坐全给他坐上。这个后续的虚区好像不是很足了呀，这后续的虚区他盾好多呀。哎呦我操，怎么黄金圣斗士啊，老头来了，瞎子来了，再赢不了我也没办法了，这反正就这样了，这阵容就这样了，咱也没办法了，就这个样子了。卡牌不行，往前面点放。不用，卡牌放这儿，蜘蛛放这儿。这个逼到底还是换位置了，我操！把我后排给我杀没了。这波可是完了呀，漂亮兄弟，反来一口，不换位置了啊，赢了就不换了。我决定老头不要跟这些人站一块儿，这老头换个位置。
九星红也就这样了，兄弟们尽力了，没东西上了，就地吧。这是一个根本没有办法提升自己阵容实力的一个阵容。这个谁呢？个蛤子，让他多踹一脚。不知道打谁呀？还有三家呢。哎呦，这一脚漂亮啊！这蛤子给我坐起来。这波要赢不了，说实话有点说不过去了啊，真有点说不过去了。哎，确实挺恶心人的，你知道吗？操了，剩个劲夫200滴血，可是吐了呀！哎呀，我操！我把他赢了，我们第二；我们赢不了他，我们就第二、第三，没办法。剩个劲夫，这怎么1点钟了？这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呢？今天。